非常高兴看到众多数百位各族裔的群众聚集在惠城教育局这里，表达我们的心声。请问你作为侨领的使命感是什么？有义务、有责任为我们的华人不平等待遇出来发声。作为社区的每一个华人，应该要积极的出来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，多一份付出，我们社区多一份力量。Which is not fair, and we demand that the process be transparent and fair, and respect all parents and all students.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，我们其实都一个是震惊，一个是困惑，一个是气愤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家长出来支持，以各种形式的支持，一定要让学区暂时的把这个过程把它暂停。美国的发展靠人才，如果优秀的人才不得到应有的培养，这是对勤奋的学生一个致命的打击。为了我们美国的发展，为了我们下一代，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抗争。今天的集会就是要敦促惠城市教育局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，为孩子争权益争平等。Aumentaron la ansiedad, la depresión y otros problemas de salud mental.